Hey everyone, this is Will from Beijing, China, and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非说不可》。众所周知啊，我们前不久这个残奥会刚刚结束。那么在残奥会之前，让整个世界，尤其是运动员感到沸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冬奥会。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中国看到自己的国家能够成功的举办这么一起盛典，那么也许虽然这些盛典并不是我们所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来自于好莱坞的明星，或者说像一些来自于娱乐界的大咖，但是在这个盛典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包括有力的体育精神。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个冬奥会期间，不仅仅让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明星，就是谷爱凌，那么同时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进入到这种非常有爱国心或者是说有这种体育精神的事业里面去作为志愿者。那么虽然说事情过去了很久，其实也不是很长，但是我非常有幸的能够请到一个特殊的朋友，那么就是 Vera。 Vera 今天来加入我们这期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他作为志愿者在冬奥会期间的所见所闻，并且 Will 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到底作为志愿者在参加如此这种隆重的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体育的这种赛事的时候，给他带来哪些新的感受。那么 Vera， 欢迎你来到我的非说不可。不可以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嗯，可以啊，没问题。因为我是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在还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们研究生其实研一只有两个人去冬奥会，因为他研一新生，他应该是本科大四的时候就报名的。然后因为只有我是保研的，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我的同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至于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国际活动，还有国际会议，甚至以后职业发展的方向也定在国际组织这上面。所以我觉得我是自己非常是一个 outgoing， 而且非常适合对外交际交流，我能力和兴趣都在这一方面。所以其实在冬奥期间也收获了非常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对，可能我的性格就促使我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所以就这样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一定不会错过的。Vera， 其实我们在进一步去聊关于你在冬奥会做志愿者的故事之前，其实我知道，因为当我们在准备，或者当整个这个国家，我们中国再去准备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志愿者要进入到这个场地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早一些。而且在春节期间，其实在那个期间呀，应该是说在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但是很多的志愿者，就像你自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牺牲了跟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间，然后很早的进入到这个场地来进行这个培训啊，或者是说进行这个适应啊等等这一切。那我想知道 Vera， 就是当你第一时间跟你家人去分享，你说我非常的荣幸或很开心能够当做志愿者，但是今年春节我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团聚，我想知道是什么样一种决心或是什么样一种力量让你决定去选择去做志愿者，而放弃了跟家人团聚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可能有几点吧。第一个是像你提到的，我们非常早就进入了和冬奥有关的这一整个就是说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再更早一些。就在我大四，可能去年大概是应该是前年了，是2020年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可能七八月份还是九十月份那会儿就已经在开始招募了。然后后面面试可能是在我的大四下，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会儿应该是在家里。然后但是后来经历了非常一个麻烦的过程以后，我是成功入选了，我也非常高兴。但是从那以后，大概是我整个上学期都有在接受冬奥他们线上的一些培训。这个可能外边的人可能一般是不知道的。他给我们发一封邮件，然后就很详细的有一个网站，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课程，关于
冬奥残奥的项目，你怎么去更好的服务残疾人，然后一些志愿的技巧，包括基本的关于三个赛区的文化常识，这些你可能会在志愿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东西，包括我可以倒背如流哪些场馆在哪些赛区，然后他们各种有什么别名啊，比如说什么冰丝带呀、雪游龙啊、然后雪飞燕啊，这些其实都已经了然于胸了，在你去出发做这一些事情之前，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再早一些。我们在这里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可能确实，不太会向外界去表明我们有在参与这些事情，因为它有一些东西是涉密的，但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然后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我爸妈的反应其实还特别大，因为他们其实特别依赖我，而且会很担心我的安全，因为毕竟是去和外国人面对面接触，对，是没这个风错，险是相当高的。对，没错。哪怕我们现在在北京，可能就是说这边一例疫情，那边一例疫情，但是你接受到的风险是完全不及你跟一个外国人面对面去交流的。所以现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适应了，我都跟阳性面对面说过话了，我还怕这些吗？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大家还是注意防护。就那个时候，确实是起了一些冲突，我父母他会觉得我完全疯了，他说你在挑战我们的底线。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可能还挺难受的，因为我如果得不到我父母的支持的话，这个事情在我心中就会成为一个矛盾，我必须要进行选择，我是到底是去做这个志愿者，还是不去做这个志愿者。最后其实可能从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我是一个很自主的人，我喜欢自己去为我自己选择负责，而且我之前的经验也证明，其实我自己做出来的选择会更适合于我自己的状况，所以常常来说我是不会后悔的。就跟随我自己的本心来走的话，我觉得会让我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何况你想想，这是4年1次的冬奥会，对，就没错。我不知道我和我朋友在说的时候，我们下次北京再办冬奥会是什么时候呢？我在世的时候还可能再办一次吗？那下次如果万一再办的话，可能70-80年后，OK。然后我就跟我外国朋友说：“I agree 嘛，I come to volunteer at Beijing，again。”就其实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他这个志愿者选拔招募主要其实还是在北京和河北两个地方的高校的大学生，他们这些人可能组成了大概有90%到95%这些群体，当然还有一些老师，很少一部分会来自社会上的，肯定也是因为疫情防控要求嘛，就可能大学生会相对安全一些，所以我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刚好他在办这个赛事的时候，我是在学校的，而且是在北京的学校的，所以其实你可能你说我花很多很多钱，我都没有办法换来这一个资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是 lucky enough to take part in this fantastic event。所以我就综合比下来还说，还是觉得我不应该错过这一次，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我在那儿确实也遇到了很多，08年也参与奥运会的，然后22年参与冬残奥会的，所以就他们可能经验上来说会比我更丰富一些，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自己能参与到其中已经是很幸运、很幸运的事情了。其实 Vera，刚才我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难想象，或者是说真的是很难想象，当你再去跟你的父母再去解释，对吧？第一点，因为毕竟就像刚才你讲的，你说你父母对你很依赖，那么我觉得，不管是说有没有疫情，毕竟过年咱们作为中国人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咱们讲的是家庭的团聚，对吧？我觉得说，无论说你在各行各业，或你在任何的岗位上面，提到春节，大家永远想的是"家"这个字。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也能看出来，因为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叫做"千载难逢"。因为毕竟，就像你说的，我们上一次举办这么隆大的事件，或这么重要的一个那个这个全世界所关注的，那么可能是2008年的奥运会。
那么现在到了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那我觉得说这个机会真的是很有可能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难的抉择。那么 Vera 我想问你啊，因为你说这个准备这个程序实际上它是在我们大多数人在未知的情况下已经很早的去开始，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去做志愿者，包括你在网上面会看到很多的信息，包括前期的很多的准备，我们说无论是这个人有多么的自信或有多么的准备，但毕竟这是一个全世界所关注的事情，包括你要接触到所有的不管是运动员还是媒体还是所有的人，有没有给你带来一种，我不想用那个词叫做恐惧，但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准备好了，但是在有些程度上我也害怕自己万一在某个阶段或在某个环节没有起到作用等等，这一切就是会有一种小猜疑或会有一种这种胆怯在里面，有没有？我觉得诚实的来讲应该是会有的，就是因为他不管是他提前给你准备培训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不可能说他涵盖你可能工作会遇到的方方面面，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给你准备的越多，你会觉得自己知道越多，但是好像也是不知道的越多，嗯，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100%去为这件事情准备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再去投入工作。事实上也证明我后来工作里面碰到的绝大多数事情，它确实不太能完全用培训过的知识去解决，它更多的是像你平时的积累，或者说你这个人的本性和扎根的一些地方的东西，它会更发挥作用。嗯，比如说在我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沟通能力，包括我对国家的热爱，我对这次赛事的激情，然后包括我想和别人交流的欲望，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在我实际工作当中它更突出或者说更加有支撑力的一些东西。嗯，对，所以就你可以理解我这样的性格，我就是很享受这样一种过程。嗯，所以如果你说我会不会恐惧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嗯，我会渴望说有这样一次机会去接触全世界各地来的人，因为在我们在的那个服务的场所，它确实基本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有，然后涉及到的利益群体也非常多，比如说像OBS 就是 Olymp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然后还有一个是各国媒体，就是特别是很顶尖的一些媒体，美国的像纽约时报，然后日本的朝日新闻，然后就中国也有非常多，还有奥委会的各个国家奥委会，应该有巴基斯坦，然后还有应该是 NOC 有非常多，澳大利亚，然后还有很多英国的，哈萨克斯坦的，特别特别多。嗯，所以你就会在这个地方感觉到它更像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它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把如此多不同的多样的文化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身上带着他们自己国家的那种元素，或者说他们自己身上一定是有他们一些特质在的，就比如说北欧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特征，然后从比如说美国来的人，然后他们处事方式有他们的一套，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值得恐惧的事情，它是一个值得我兴奋且期待且感到异常 I'm super hyped 这种东西。我觉得包括现在 Vera 在跟你聊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确实这个兴奋劲儿啊，不仅仅说我是作为志愿者，而是说当你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兴奋劲儿它依然能够给你怎么讲带一种享受的感觉。 Vera 能给我们讲一讲，当你作为志愿者的时候，你具体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你所负责或者说你具体所参与的是什么？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哪些东西，其实刚才你谈到了有些东西是可能是之前网上培训的东西，但是
即使是网上给你再多的信息或者给你再多的培训，有些东西也是你突然间需要自己可能会需要灵机变动，或者说可能需要自己就是make decision on the spot 或等等这一切。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们，第一点，你具体负责的或者你参与的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突然间意识到你应该这样去做，而前期可能你没有想到过的？嗯，我自己负责的领域，其实我们学校出去有非常多志愿者，然后我可以先大概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志愿者体系。就是每一个学校它会抽调，然后它会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赛区，然后我们是东亚经济贸易大学，然后出的志愿者会涵盖三个赛区，就是说延庆、张家口、北京都会有我们的人。我是被分到张家口赛区的住宿领域。嗯，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主要是在场馆里面，就是你们可能看到场馆里面有很多志愿者在什么扫冰扫雪，然后引导，然后在翻译，然后那些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嗯，然后我在的张家口住宿领域主要是被分到了一家叫蜜月太子酒店的酒店里面。嗯，然后我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包括去前台协助他们，因为他们英语真的比较不太能够用吧，只能这么说。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去提供一些语言服务。嗯，那边基本上都是老外居多，然后每次到前台来都会有各种各样非常棘手非常难处理的事情。嗯，然后第二个工作内容是写每日的工作简报。嗯，然后主要是汇集一些酒店日常运行中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食材快检，或者说每日核酸检测，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交通安保上面这些，因为他们奥组委需要时刻监控每个酒店的运行情况。嗯，然后再一个就是翻译一些东西，是翻译比如说像交通组，他们每个酒店都会配交通组，然后负责来就是赛区内来往车辆的一些协调调度。嗯，然后这时候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提供语言上的一些服务来产出一些文件给外国朋友看，让他们一目了然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坐什么时候的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像是应急机动吧，就是因为可能我相对来说会在我们那群志愿者里面就是说英语说的稍微更好一些。嗯，然后他就会，我们的经理区经理住宿经理就会拉着我去解决一些，比如说直接投诉到国际奥组委的投诉。嗯，然后最后又追责到他们这边来的一些事情，然后需要我去和他们一起书面沟通协调。嗯，然后或者是处理一些快递上的事情，因为他这个闭环上快递进出可能比登天还难，而且中间手续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最后你有可能都拿不到这些东西。嗯，它管理是特别严格的。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工作内容的话就是这四块，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也是最主要的可能主要是发生在前台这一块。嗯，因为你前台它是一个信息的集散点，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有问题，他会第一时间会跑到前台去问。嗯，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front line 的一个地方。而且就各种碰撞呀，各种矛盾呀，然后各种摩擦呀都会在这儿被解决。嗯，而且在这儿我收到最多的感谢和感觉到工作很有价值的地方。嗯，Vera， 你刚才提到一个点，你说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地，那么不管是说是不是因为奥运会的举办，或者是说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快递确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环节。那么我想知道，你说快递就是说比登天还难，那么这些快递是咱们本土人或者是咱们本地人中国人自己订的快递呢，还是说因为是外国人订的快递，所以说之间会产生很多的 delay 或者是怎么样呢？它可能更多不是区别于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它是他应该是这是可以说的吗？国际奥组委应该可以说的吧。他的奥组委应该是有一个红头文件，就是说专门管制这些要进闭环的快递。他应该是大概有两条，第一条是你进来的东西必须得和奥运工作相关，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转播商他会需要用设备上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以进来。然后第二个是
可能奥组委那边给志愿者或者说工作人员发放的物资，这也可以进来。那如果说你是个人想要去买一些什么食物啊，然后这些东西它是进不来的。嗯，然后至于说它这个难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你要进快递的话，你需要有进这个闭环的权限的车得把它带进来。嗯，对，不然的话你可能在很远，可能离张家口赛区几十公里的地方就会被拦下来。嗯 ，OK。第二个是他怎么从他所在的快递的点，因为他整个赛区里面确实有几个，比如说 EMS、京东还有顺丰的快递的点，他怎么从快递点把东西弄到你酒店来，其实也是一个问题。OK。就中间问题涉及到的人特别多，然后我们经理，因为我们有一个人过生日，嗯，然后他就托人从闭环外边带一个蛋糕进来，因为我们闭环内是完全没有蛋糕的。对，中间你猜转手了几个人才到我们手上？我猜一下，就如果经过刚才你这么复杂的形容的话，我猜一个大胆的数字，最起码要经过10到15个人才能进来，对不对？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可能5个是起码的。OK， 就是你想从外面弄一个东西进来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就它整个闭环管制是特别严格的，因为我们每天需要做核酸检测，当然就是必须的。就是我从1月20号到张家口开始，然后一直到我昨天回北京，刚刚到这儿。一共中间就可能50-60天，我每一天都在做核酸，所以其实大家好像觉得现在在外边，我2-3天做一次核酸，觉得非常烦了，但是我已经对这些东西免疫了。对，没错。Vera， 我想问你啊，因为我知道，你看，当我们现在正在聊天的时候，你身上还在穿着这个志愿者的服装，对不对？哎，我觉得 very proud， and by the way， very jealous。那么，其实我想知道，就是。当你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服装的时候，或接到这个服饰的时候，我想知道有什么感觉。因为你刚才给我讲述了说，当你在跟你家里人再去协商或再去商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里人实际上，我知道第一点，他们虽然说对你是在对他们底线的挑战，但实际上我们换句话去讲，实际上他是希望你能够回到身边，他希望你能跟家里人去团聚。但是另外一点，毕竟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那我想知道，就像我们说于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觉得是说就等同于一个军人穿上军装一样。那么作为志愿者能够参加自己国家的这么大的一个隆重的国际事件，当你接受到这个衣服或当你接到的衣服然后穿在身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 the special feelings 或者是不一样的感觉，有没有？其实有的肯定有。关于这个服装，其实我可以跟你说更多，因为我拿到服装的那一天，其实我记得应该是一个下午，然后我们团委就通知我们去某一个会议室领取你们所有冬奥需要的装备。嗯，那天我连他那个打包的大包在内，一共领了有18件东西。哇，天哪，真的特别多，可能你们没有完全看到，他有大羽绒服，然后我身上这种夹克，然后包括还有外套、2双袜子、2双鞋子、滑雪手套都有2双、然后帽子应该也有2个，然后还有这个脖套，应该而且它每一件衣服其实细节应该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向外界公布，但是现在我应该可以跟你们分享了。它就那个外套外套下边都是防风雪的，所以它其实特别保暖，而且他考虑到说我们到时候手上都要戴上手套的话，他会在这个口袋里边装一个小的那种触屏笔，然后包括他羽绒服内胆就是这一侧，然后他会装一个温度计，就是贴身的可以显示你这个实时温度的东西，包括他这手的这个侧链这一边，然后应该是放了一个求生的口罩，所以其实他这种让人很惊喜的细节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 high tech。我拿到手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惊讶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类似于这样子的衣服，会觉得很新鲜很神奇，而且你会觉得一下子收到这么多，真的一大包，超级一大包，我今天刚寄走，然后它
会让你觉得你很会被国家重视，你是带着使命和任务，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去完成同一件事情，所以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对，这是衣服这一块儿，然后还有我父母那一块儿。其实后来我在那儿，就是他们一开始肯定说出这种话，也不是说完全。可能心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我也不想让孩子待在那么危险的环境。对，没错。但是后来随着我在张家口待的时间长了，然后他们发现，哎，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就天天也没有太受到什么安全的威胁。然后，他们慢慢其实也变得心态更开放了一些。就我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和我父母打视频聊天，然后。我妈其实还挺让我难受的，因为她自己一个人，因为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就和我说：“妈妈想你想的都哭了。”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特别，哎呀，不是滋味儿。然后，对，其实还挺 emo 的。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他们现在反而是更多的以我为荣，以我为傲，就感觉可能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参与这样的国际赛事。然后我之前其实还参与过一次这种非常高级别的国家级的活动，是那个建国70周年的时候，他那个群众游行方阵，我也去了。然后那次对，所以其实能参与两次这样的大事，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而且我妈她现在态度更开放了，就慢慢的可能会说，我既然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精彩的东西，我是不是应该也放手让他去经历一些？而且我觉得威尔其实，不仅仅是从作为家人的角度能够得到谅解或能够得到这种支持，其实我们对于说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对于，大学生在这个你这个年龄段，我们指的是说这个叫花季年龄嘛，对不对？说能够将来，比如说我们不说太多，比如说从过了5年，或哪怕说过了7年，过了10年。等你再回过头来，你会跟别人分享，你说2022年的时候，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冬奥会，或者说建国70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了这个国家举行的游行等等这种庆典活动。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说，这些句子不是随随便便谁都有资格可以去分享，可以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种财富。那么威尔，我还是很好奇，回到你在当志愿者这一点啊，因为你刚才说过，你说你在当志愿者的时候，虽然说你是在酒店里面跟前台去交流等等这一切，但是我们所接触的人，或者说你所接触的人，一定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谈论当下，现在实际上再去看整个这个全球化的变化，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这个词，可能是分裂。或者说，大家可能想的是一种关系，讲的是us versus them。但是我经常去讲说，能够通过这种体育赛事，是把全球的体育精神凝聚在一起。我想问你，在你工作期间，或在你接触这些外国的，不管是体育运动员，还是嘉宾，还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所有的人，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国际般的包容，或者说一种国际的融合？那么，让你觉得从体育这方面，或者从你从参加这种志愿者这方面，对于全球的眼光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新的这种认知呢？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就是完全不用怀疑的事情。就你在刚刚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很多画面就已经自动的浮现在我脑子里了。它是一种根深蒂固在我记忆里的一些东西，就只是你就仅仅这么随口一提，我就能想到很多和它有关的事件。就比如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去看了几场比赛，在那个云顶滑雪公园，因为非常近。然后一场是谷爱凌的那个优池，然后还有一场是贾增阳在那一场是空中技巧决赛，刚好那两场都是中国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应该是两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场边围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谷爱凌优池那一场，然后你就会
看到有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还有媒体，包括咱们中国的志愿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国家，他直接从那个雪道和雪道中间，然后那样直接穿梭一下涩谷，就是那样滑过去。其实他那个场景非常的动态，也非常鲜活，就是运动员，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在优势上，他们翻转，做出各种各样高难度的动作，那一刻我就会觉得，这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荣耀，因为你在去挑战一些作为人，而不是说我作为法国人、作为美国人应该去挑战的一些事情。我更多的是看到你作为一个人，他的尊严、他的韧性、他的不屈，类似于这一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在场下，如果一个人他一个选手他做出了非常完美的 clear landing，然后所有人都会为他欢呼。我觉得这是非常共通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只会为中国队欢呼，或者说只会怎么样。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相通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好美啊，就是真的好美啊！所以我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怀念他那种纯粹的感情，真的非常非常纯粹，而且你会十分的怀念。而且，对，就是在国际化或者说在全球化这一点上的话，我其实有另外一个例子能更深刻的去解释。我那天在邢台工作，然后来了一个姐姐，应该是我后来知道她是美国《纽约时报》的。她那天遭遇到了非常不幸的事情吧，算是可能酒店管理上面可能会是因为太忙了，然后会有一些疏漏。她那天被 kick out 出来，而且这是她第三次被 kick out，就是她房卡刷不开她的门。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前台给了她一张房卡，然后她去一刷，发现里面有个男人躺在那里，所以他非常 embarrassed，他就回前台，然后给他换了一间房，然后结果因为他那个可能预定啊，或者是中间这些管理上有一些问题，他就连续3天、连续2天都遭遇了这种非常不幸的事情。他那天直接在前台就非常非常崩溃，而且他直接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然后他朋友因为前台他不懂英语，所以其实是我去接他朋友的电话。他朋友理所当然的就非常非常愤怒，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这种愤怒，因为他说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他也没有，他同事暂时还没有到，所以他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然后你们又如此对待他，然后让他遭受如此不公的经历，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我在这边只能唯唯诺诺，然后就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但我只能做的是和前台去沟通，我对，没去和错，前台施压，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预订部和前台之间的沟通不畅的问对，没题。错，没错。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会从心里面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孩，我能高度和她共情，而且我对她这种非常不幸的经历感到很难受，我是这种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由衷的难受。所以在帮他解决了问题以后，我就给了他一个拥抱，我说别太难过，就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好事发生的。对，我没希望错，没你晚错。上一切都好，我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就直接联系我，我会直接去联系他们前台老总。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回去了以后，其实那天我失眠到了晚上2点，我和我室友另外一个志愿者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只是那晚的经历让我觉得，你在这个酒店所作所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酒店层面的问题，因为没它错。是作为一家奥运服务的酒店，你所作所为是会被外国人看在眼里，你们中国是怎么样的？对，他会以没这错。个视角去评判你是怎么对他的，这服对，务是怎么样的，然没后错。我在这儿感受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出闭环，他们没有办法去体验闭环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只能通过他在酒店里面经历到这些事情来衡量你中国
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嗯，其实我心中一直是有这个理念和概念的，所以我也非常重视我每一次交接工作，然后或者是去和人沟通时候的感觉。我觉得我在为中国做代言，这不是一句非常，这不是一句务虚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对，没错。所以那一晚我回去失眠了以后，我第二天我就写信，因为我知道他房间好，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给那个姐姐，她叫 Gabrielle， 然后我就叫她 Gabby。 对，然后信里面就跟她陈述了说，我说我其实我真的很 sorry， 就 for your experience，还有我不希望说因为这一件事情然后导致您对中国整个印象会变得非常的糟糕，因为在闭环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美的中国，人们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是欢迎你们的到来，非常热情，而且就我觉得是非常包容开阔的这样一个社会，等待着你去发掘，只是你现在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所以其实我希望他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中国，而且我愿意当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把这些话写了，然后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有就是只有那段时间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留了我的房间号，我的手机号，邮箱，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孤单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联系我。那你把这个信息分给他是之后有没有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得到他的回馈，或有没有跟他建立起这个友谊呢？当然有啊，他那一天是过了三天还是四天，因为我把我每天在港的时间也一并写在信里了，所以其实他是知道的。然后他在他走的前一天来前台了，我其实之前还挺伤心的，我以为他没有收到信，或者是就可能太忙了就不愿意过来或者怎么的，但是在他走的之前的最后一天他来前台了，而且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且是有回报的，就是你那种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心跟心可以贴得如此近。然后他那天在前台，他就因为他上一次走的时候和我约定了说下次过来我要给你带一个 pin， 就是那个冬奥有很多 pin 的，我可以给你看，等会我有超级多的 pin。 他给我带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他那天跟他朋友一起来的，我还可以记起来那个场景。我在前台工作，他是中间隔了一个那个亚克力板，是外国人客人和前台工作人员之间，他还是需要一定的防疫。对。然后我在那个亚克力板后面，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他跟他两个可能同事，然后一起来的。他同事就问我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具体是什么问题我已经忘了，我当时反应就是啊，这种问题还是要问吗？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发现他先开了口，他说嘿，他说你还记得我吗？然后整个人大震惊，我直接就激动到跑出那个亚克力板，然后就跑到那边去拥抱他，我说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都不会来了。然后他说不会，我怎么会不来。然后我跟他就合照，然后他同事就帮我拍照片，然后他把那个 New York Times 那个 pin 给我，我觉得这是我在这儿收获到的最好的故事。然后后来他给我发短信，那天是我在高铁站，我走的时候，就我从北京回张家口，然后我在安检口看到一个超级像他的人，因为你那个防疫状态下戴着口罩戴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其实很难认清出来谁是谁。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巨像他的人，但是我没有敢打招呼，因为你这个认错就很尴尬。对。然后后来就擦肩而过了。我回去以后我给他发消息说我说 Gabby， 我看到一个人好像你啊，在那个太子城。然后他说那就是我。对，其实这种故事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精彩。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人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地球公民，我可以这么说，你会觉得好开心啊！这种很真诚的感情，很纯粹的浪漫，我可以这么说，没错。这种邂逅，这种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他痴迷，就不仅说是为这一个人，而是为这种
感觉的纯正，这种感觉真的在我脑海当中迟迟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回了学校，可能大概已经有2天了，我还是在怀念，我真的忘不掉。我觉得 Vera 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想，或所有人都觉得就是 We're very proud of you because you represented China not only as a volunteer for this Olympic ceremony or Olympic event, 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是把中国一个我们最著名的一个东西叫做 hospitality 把它展现出来。而且我觉得这样的 hospitality 不是做出来的，你不是刻意去做，而是你是发自内心的把这个 Chinese hospitality 来带给一个完全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或是一个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么我觉得这样的 relationship 才是一个真正的叫做 global citizen relationship。我觉得通过 Vera 这一系列的分享，其实我知道。经过这个数把个月在作为志愿者在冬奥会的经历，其实你接触的故事很多很多。那么我也真的希望能够有时间能够再邀请你回来，来继续跟我们去分享。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很荣幸的是说，你是我在看冬奥会，包括再去跟朋友去聊冬奥会，以至于到现在唯一一个我觉得是我接触到真的走入这个整个这个环节里面去亲身经历，包括能够把这些所谓的带有人情味的故事把它讲出来的志愿者之一。那么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也看到了，不仅仅看到了年轻人，在中国年轻人对于整个祖国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种推进，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国际化。那么只有我们自己变得更国际化，那我们的祖国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包括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所以说 Vera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知道你在读研，而且我也经历过这个读研的这种感受，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在你读研包括将来的这个职业或者人生的路上能够越来越顺，那么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体现出更多自己的价值，为自己的人生而加分。谢谢 Vera，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my show。 谢谢 Vera， 拜拜。